香港疫情严峻，天王郭富城一家多数都留在家，尽量减少外出。前日成城不用开工，即刻闭关凑女，期间成嫂方媛要外出购买日用品，向来是爱妻号的成城就全程一起同行。大约下午五点几，两公婆就坐车回到跑马地的住所，见到成城为了安全着想，就叫司机将车停在屋苑的外面，情愿自己行一大段路入屋。而成嫂就在车上面经过一轮的消毒之后，才放心回屋企见两个女，认真安全至上啊。其实成城屋企是采取层压式的保护方法，就好像上星期大宝要回学校拎功课，方媛就带着两个女和工人由司机车到就读的幼稚园，她先拖着大宝落车，一见到老师就立刻主动打招呼，而大宝就越大越靓女，还好有礼貌添。他们前后大约逗留了几分钟之后，就立刻上车直接回屋企了。除此之外，成城早前就带头捐出大量的检测包帮助基层的人士，还拍了一条短片特别向前线的医护人员、抗疫团队和清洁工友等打气。他又表示这个疫情已经不经不觉缠绕了我们两年多，要相信雨后一定会有彩虹，辛苦大家了。